这件事着了火的，会烧死我们的！我就不信没命想用这笔钱，赶快把那笔钱找回来！飞已经被你抓到了。 你差点就立功了！对不起，王三，我不是一个好警察。香港是讲法律的，我们外地来的，不管你们的法律。你叫我跟你合作，我老妈要是被人砍死了，是不是你赔啊？你今天抓我早了点，明天吧。